百年隧道光华再现。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领着大家喊出八字标语，宣告三貂岭隧道在封存37年后即将经典重现，以及隧道的自行车道也开始试营运，绝对是民众休闲的绝佳选择。以不一样的面貌展现在国人的面前。对新北市来讲，这个隧道不但串起河童、三貂岭、牡丹，甚至可以到双溪共寮，一系列带动我们观光休闲。侯友宜视察三貂岭隧道，还兴奋地在隧道中最经典的镜面水池上摆 pose 拍照。因为这个隧道原本积水严重，县府为了在保留隧道原貌以及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打造的镜面水池，映照出隧道口山明水秀的好风光，也成为三貂岭隧道中最具特色的打卡地点。三貂岭隧道具有百年历史，民众之后可以骑着脚踏车畅游在这个充满历史以及丰富自然生态的隧道中。记者周天祥、张浩、新北报道。